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厨小刘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咱在家做。蒜蓉辣椒酱就做好了，可以用来炒菜、拌饭、拌凉菜，香辣过瘾，蒜香味浓郁，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万能的下饭神器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大家关注分享下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